我叫张玉平，今年六十二岁。我是从一家事业单位退休的，退休金六千八百块钱。我还没有退休的时候，曾经听过那些邻居说，给儿子家带孩子出钱出力不说，还得看冷脸。我曾经多次和老伴商量过，要不咱出钱给儿子家雇保姆吧？老伴非常同意。如果我去带孩子， 他就得一个人在家里。当儿子家有了孩子以后，儿媳妇不同意雇保姆。正好我退休了，儿媳妇就一天一个电话让我过去。我只好告别老伴，来到了儿子的城市。这一待就是三年，只有过年的时候我才回去一趟。我刚来的时候，儿媳妇对我很热情，一口一个妈叫着。 炒了菜的时候，把菜往我面前推，让我多吃点。他从外面买回来水果以后，洗了先递给我一个，让我尝尝。睡觉前，他总是提醒我喝杯热牛奶。有时候他会帮我煮牛奶，煮的热乎乎的再递给我。我很感动，觉得我的儿媳妇孝敬婆婆，特别会体谅人。 我甚至觉得那些老姐妹说的儿媳妇给脸子看是真的吗？可是时间长了，情况就有变化了。虽然我把儿子家里到处打扫的干干净净，可是儿媳妇越来越不愿意和我说话了。我很纳闷，刚来的时候儿媳妇对我还不错的，为什么时间长了就对我爱搭不理呢？我没得罪他呀。 我把自己的疑惑说给楼下一个老姐妹听的时候，这个老姐妹说：“你退休金不低，你儿媳妇是不是想让你每月给几千块钱？”这个老姐妹建议我每月给儿子加几千块钱，说：“反正你们家就这一个儿子，你和老伴都有退休金，花不了，早晚是他们的，晚给还不如早给，还能赚个笑脸。” 老姐妹的话让我寻思了半天。我想过给钱让他们雇保姆，可是我已经来带孩子了，天天帮他们洗衣做饭，为什么还要掏钱给他们呀？我还真有点想不通。我在这里天天尽心尽力地带孩子们，为他们的小家庭付出，他们也不应该得感谢我吗？为什么还对我不热情？ 我记得当年我婆婆在帮我带儿子的时候，下了班我就不让婆婆受累了。我让丈夫抱着儿子，我洗衣做饭，婆婆的衣服我都给洗着。每个月我还给婆婆零花钱。我知道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，可是我毕竟是个婆婆，是个老人，在为儿女付出的时候，他们应该感激我。 我天天看着儿媳妇爱搭不理的样子，我的心里非常压抑。天长日久，这日子怎么过呀？我只好把退休金提出来，把五千块钱递给了儿媳妇。儿媳妇眼前一亮，她没想到我会突然给钱，她惊喜地说：“妈，谢谢你，你终于开窍了呀！其实你和我爸爸的退休金都不低。” 你们根本花不了，不如我们现在先帮你们花掉一部分。儿子也说谢谢老妈，还是有个领退休金的老妈好啊。就这样，每个月只要发了退休金的时候，我就给他们五千块钱。自从每月给儿媳妇五千块钱以后，儿媳妇对我的态度又恢复了我刚刚来的时的样子，又开始一口一个妈叫着。 我忘了给儿媳妇转钱的时候，她就笑嘻嘻的搂着我的肩膀说：“妈，你忘了给我发钱啊？”我就赶紧把钱给她转过去。儿子家带孩子，我就盼着周末。每到周末的时候，他们去亲家住一晚上，我就可以轻松一下。以前儿子和儿媳妇去亲家的时候，也就是买点水果，买箱牛奶拿过去。 自从我把五千块钱给了他们以后，儿媳妇开始大手大脚的花钱，甚至有时候还给亲家买上一盒海参。后来儿媳妇经常给亲家买各种营养品，我猜我给他们的钱应该一个月也就花光了。有时候亲家两口子来这里吃饭，亲家总是想抱抱小孙子，毕竟老年人都很喜欢孩子。 小孙子会说话了，一口一个姥姥叫着，能不让他高兴吗？儿媳妇总说：“妈，你别抱他，他三四十斤重了，抱一会就胳膊疼。”有时候，亲家和儿媳妇就会躲在卧室里，把门还得关上，娘俩在那里有说不完的悄悄话。这时候我就很羡慕，哎，要是我也有个女儿多好啊！ 那天儿子说放假了，打算去南方旅游。我一听非常感兴趣，这些年我还从来没有出去旅游一趟呢。上班的时候，单位里曾经组织职工外出学习，但是匆匆来匆匆去，根本没时间看当地的风景。我就赶紧去了商场，给自己买了一双轻便的旅游鞋，还买了一件防晒衣。 买了一个保温杯，置办这一身行头花了六七百块钱，但是我不心疼。我这么大年龄了，一辈子还能出去旅游几趟啊？晚上回家的时候，我把自己的东西装进了行李箱，又把苹果和橘子洗上了几个，装进食品盒里，打算带着在路上吃。当我在收拾这些的时候，儿媳妇说：“妈。” 你收拾这些干嘛呀？我说不是明天出去旅游吗？今晚就得把东西准备好，要不明早来不及。儿媳妇一声没吭，她用胳膊碰了一下儿子，给儿子递了一个眼色。他们两人进了卧室，叽里咕噜的，我也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。儿子从卧室出来以后，他几次欲言又止。 想对我说什么，但是没有说，我也没往心里去。那天晚上我非常的激动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到了十二点多以后才合上了眼。我提前定了闹钟，五点的时候闹钟把我叫醒了，我赶紧起床，做了儿媳妇爱吃的煎蛋，我又给儿子煮了西红柿面条，给小孙子炖了一个鸡蛋。 儿子和儿媳妇吃完早餐，我早就提着行李箱站在门口等着他们了。可是我看到儿子和儿媳妇对望了好几眼，看了看我的背包，想说什么又没说。我还在猜想，他们是不是觉得我带东西多了或者少了？我也不管他们，反正这包是放在车上的，又不用他们帮我拎着。 我听见儿媳妇在打电话给亲家，问问他们是不是准备好了。亲家说已经在楼下等他们了。车子开到了亲家的小区里，可是我发现除了亲家两口子，竟然还有一个人。我问那是谁呀？儿媳妇说那是他大姨。我马上划算了一下，儿子的车坐不开这么多人，正好多出来一个人。 怎么办？这时我看到儿子和儿媳妇的脸色都阴沉下来了，我一下子明白了。其实儿子和儿媳妇根本没有打算让我去旅游。儿媳妇的大姨也拿了一个行李箱，准备坐车。他们应该是早就提前说好了的。我如坐针毡，我突然特别后悔。我在心里暗暗责备自己，我聪明了一辈子。 怎么在这一件事上就糊涂了呀？我为什么不提早问问儿媳妇，是不是计划让我去呢？我主动跟着他们去旅游，现在车上竟然坐不开，我这张老脸往哪里搁呀？我对儿媳妇说：“儿媳妇呀，我不知道你让大姨跟着你们一起去旅行，车上坐不开，我不去了，你们把我送回家吧。” 儿子没有说话，儿媳妇拉着脸说：“妈，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？既然你已经坐上车了，我们怎么好意思再把你撵下去？”我和我大姨说：“不让他去了吧。”儿子和儿媳妇下了车，他们在那里解释了半天。我看着儿媳妇一边指着车的方向，一边对大姨说着什么，应该是说我硬要跟着去旅行吧。 我尴尬的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儿子让亲家母坐在了副驾驶上，我们坐在了后面。亲家母一路上说说笑笑，儿子一口一个妈叫着，提醒他要是晕车就说声，他开得慢一点。我有晕车的毛病，儿子开车又比较快，不一会儿我就开始头晕目眩，要晕车。 我拿出了提前准备好的橘子皮，堵在了鼻子上，才稍微轻了一点。不一会儿，又是一阵晕眩，我又要吐的感觉。正好到了服务区，我去卫生间吐了一次，脸色蜡黄，浑身难受。我多么希望亲家和我换一下，让我坐在前边，那样晕得轻一些。在家的时候，老伴开车出去。 我总是坐在副驾驶，很少晕车。由于我是主动跟着出来旅游，我也不好意思说坐在前边。要是说了，他们还不觉得我是真多。路上走了大约三个来小时，终于到了目的地了。那是一座古色古香的江南小镇。我们先去了提前订好的酒店里，把行李放下了，开车前往景点。 亲家两口子都比我年龄小，他们身体很好，走起路来就像年轻人那样健步如飞。儿子和儿媳妇抱着孙子也走得很快，我的腿脚就有些赶不上了。他们谁也没有等我，我就一路小跑的跟着他们，气喘吁吁。这哪是看风景啊，走马观花，蜻蜓点水。 在景点有好多卖纪念品的，亲家看好了一条丝巾，三百八十块钱。他在那里不断的围着试一下。我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，我在看边上小亭子前的一块石碑。这时儿媳妇喊我过去，他说：“妈，你也买一条丝巾吧。”说着，儿媳妇就把一条丝巾硬往我脖子上搭来。 卖丝巾的人也一个劲的说：“阿姨，你戴上去显得漂亮多了。”我本来没有打算买丝巾，可是那个人给我打好包就往我怀里塞。亲家早就挑好了一条，他拿着丝巾就走到一边去了，儿媳妇也走开了。我傻眼了。儿媳妇把我叫过来买丝巾是不假，主要是让我给她母亲买单呢、啊。 我只好不情愿的交上了五百六十块钱。中午吃饭的时候，我们去了一个当地有名的饭店。饭店装修华丽，非常气派。点菜的时候，儿媳妇把他父母一把拉过来，让他们看着菜单点菜。我也想点两个清淡的菜。我一路晕车，就想吃点凉拌小黄瓜或者凉拌苦菊之类的。 可是儿媳妇不让我点菜，我也不好意思呀。毕竟我是跟着他们出来旅行的。亲家犹犹豫豫的，不知道点哪道菜好。我听见儿媳妇小声说：“哪样菜贵，你们就点哪样。贵的菜肯定好吃，错不了的。你们不用心疼花钱。我婆婆既然不请自来，这几天吃饭饭，咱们就让她花钱。” 你们多点几个爱吃的菜。儿媳妇的这些话清晰的传到了我的耳朵里，我不知道她是故意让我听见，还是无意中让我听见的。我的心情一下子不好了。本来我跟着他们出来就是我厚着脸皮来的，我一路上情绪低落，现在大家的吃饭竟然还让我买单，儿媳妇难道忘了吗？ 每个月我给他五千了，我身上还有多少钱呢？他们几个人在那里嘀嘀咕咕的，商量了半个多小时，才把菜点完了。这个饭店位于景区，过来吃饭的人特别多，上菜比较慢。我们玩了一上午，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。好不容易上了一个菜之后，我还没来得及伸筷子。 儿媳妇就把菜转到了他的父母面前，让他们先吃。再上来一个菜的时候，还是这样，亲家吃完了我，我才能吃点汤汤水水。转到我面前，早已经是杯盘狼藉。所有的菜都是先让亲家吃够了，剩下的才转到我这边。亲家两口子饭量不小，再加上饿了，吃了不少。 我只觉得脸上通红，根本坐不住了，哪有心情吃饭？我心情不好，根本吃不下。好歹上了一份米饭，我才吃了几口，勉强填饱了肚子。到了结账的时候，儿媳妇笑着对我说：“妈，你去结账吧，我们带的钱不多，这几天的吃饭都由你来买单吧。” 其实坐在这里等菜吃饭的时候，我的心里早就想好了应该怎么做了。我对儿媳妇说：“儿媳妇呀，这一趟我根本不应该跟着你们出来旅行。既然你们没有打算让我来，那饭钱我是不会结的。再说每个月我已经给了你五千块钱，还不够这顿饭钱吗？你们去结账吧。”儿媳妇一听。 当时脸就拉下来了，亲戚的脸也阴沉着。儿子赶紧去结账，回来的时候，他把一串长长的账单给儿媳妇看，说这里吃饭太贵了，一顿饭竟然花了一千多块钱。我哭笑不得，儿媳妇让亲家什么菜贵点什么，花钱能不多吗？现在好了，还是由他们自己花钱。那天下午。 大家商量着要去另一个景点划船，可是我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先去吧，我不想玩了，我累了，我要回酒店休息。”等他们走了以后，我就赶紧回到了酒店。不过我没有休息，我把自己的行李都装进了包里。我请饭店的服务员帮我在手机上买了一张高铁票，不过不是去儿子家的，而是回我老家。 还好，返程的票买的很顺利。我谢过了服务员，又请他帮忙给我叫了一辆车，直接把我送去了高铁站。高铁上非常舒服，我不但没有晕车，而且我还能随时活动一下身子，一点也不累。一个多小时后，我就回到了家里。我一五一十的把旅游的经历告诉了老伴，老伴先是安慰我别生气。 他说：“过些日子，我们专门坐高铁再去那里，就地重游。”我仔细想了想事情的前前后后，我太没把自己当外人了。刚开始我就应该主动问问儿媳妇，是不是让我一起去旅游，那样的话就不至于那么尴尬了。其实，旅游前，当我收拾行李时，儿子和儿媳妇几次欲言又止，但是没好意思。 告诉我不让我去旅游，我稍微细心一点的话就会明白的。到了晚上的时候，儿子给我打来了电话，他问我哪里去了，怎么房间里不见人？我对儿子说：“我已经回老家了，以后带孙子的活就交给亲家吧，我不带了。现在我得回来陪陪老伴。说实话，平时在儿子家。” 我虽然花了不少钱，可是儿媳妇基本上没让我生气，不管表面上也好，还是发自内心的，儿媳妇待我还是不错的。可是出去旅游这件事一直让我难以释怀。虽然我是主动去的，但是吃饭的时候，儿媳妇和亲家的做法伤了我的自尊。我付出了那么多，不指望他们怎么回报我。 但是他们应该尊重我。后来我也想通了，老年人在儿女家的时候，就得学会察言观色，得学会处处揣摩年轻人的心理，不能自以为是，否则就尴尬了。我再也不想去儿子家了。我为他们付出得够多了，我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责任。儿孙自有儿孙福，由他们去吧。今后余生。 我会好好善待自己，好好陪伴老伴，把自己的晚年生活安排好。朋友们，你们觉得我做的对吗？欢迎评论。下面请听另一则故事：父母的爱。高考前夜，我妹泼了我一身的开水，我额头上、脸上、手上都受了不同程度的烫伤。烫伤是什么感受？是一层薄皮下。 肉被烫熟、烫烂是不间断的，没有任何神经能切断的疼痛，是无法安睡，生不如死，是以我的比例依然无法描述。医生叫我马上住院，我没同意，我还要高考，这是我人生最大的转折机会，我不能错过。医生摇着头给我开烫伤药和消炎药，叫我这两天注意点。 千万别蹭破皮，免得感染。之后回家的路上，我爸不耐烦，半夜三更，你惹他做什么？我本来就痛，加上心里焦灼，害怕休息不好影响第二天考试，再加上多年委屈，脾气蹭的就上来了，如火山爆发般，站在空荡荡的街上低吼：“什么？我惹他？我睡得好好的，怎么就惹他了？” 爸，你偏心也合适点。我们家那水壶，那是刚烧开的水。他那是想弄死我。身在地狱的人总是千方百计想把其他人也拉下去。我爸一个耳光扇过来，我懵了。烫伤叠着耳光，我痛得几乎喘不上气，眼泪不受控制的大滴大滴往下落。我只是不被人在意的孩子。 无论我爸还是我亲妈，在他们眼里，我都是多余的。我反反复复想，我怎么没去死？这许多年，我为什么非要拼命活着？我颤抖的手抚上我的脸，火烧火辣痛的地方果然破皮了。我爸没再继续骂人，转身朝回家的路上走。我沉默地跟在他的身后。我爸在外面有女人。 这事儿我读幼儿园就知道了。我妈三天两头一哭二闹三上吊。后来有一天中午，她听说我爸和那人正在酒店，便冲了过去，结果遇到百年一遇的地震。我妈压在预制板下，失去了一条腿；我爸和他的情人却完完整整逃出来了。时间是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二日。 地点在四川汉旺。那一年，新闻里有很多感人肺腑的故事。我爸受大环境影响，没有离婚；我妈却因为残疾丢了工作，性格比以前更暴躁，也更懦弱，动不动闹自杀，说要死给我爸看。次年，我爸不顾一切和我妈离婚，和那个女人结婚，并换了城市。 我跟着我爸，一是我爸经济条件好点，我妈没工作；二是我妈不要我，她说我是马家的种，她凭什么给马家养仔？至于那个女人，她叫白静，是我妈的闺蜜。和我爸好的时候，她有老公，也就是说，她和我爸是双向出轨。嫁过来时带着个和我同年、比我小两个月的女儿。 说是我爸的种，从此我多了个后妈和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。有个后妈是什么体验？像白雪公主里的恶毒皇后，一心想置原配的女儿于死地；又或者把把原配的女儿视如己出，无论原配的女儿如何讨厌她整她，她都有一颗善良的、包容一切的心，最终哈安。 现实没有这样的极端，任何人一碗水端平很难，更何况一个婚内出轨、连闺蜜的老公都抢的女人，你能指望什么？那些年妹妹有的，我都有；妹妹没有的，我还有。妹妹的衣服最终会成为我的衣服，旧了、短了、嫌不好看了，都是我的。妹妹挑食，不愿吃的菜。 剩下的零食、嫌不好看或不好用的文具也是我的。我们在同一所学校、同一个班，所有人都知道我们是姐妹。有人偷偷问我：“马安然，你是你们家捡来的吧？”“不是，不是的话，为什么你总是捡马雨桐不要的东西？”我一次次解释，一次次说：“我是我爸亲生的，我妈是我爸正房。” 马雨桐他妈是小三上位，这话传得很快，途经无数人的嘴，无数次加油添醋，在传到我耳朵里时已经面目全非。为这事儿，马雨桐在学校出名了，很多人骂她是小三的女儿，鸠占鹊巢。我爸和后妈狠狠打了我一顿，他们说我是白眼狼，当初离婚就不该要我。 应该让我和我那个断腿妈自生自灭。他们给马雨桐转学去了当地最好最贵的私立学校，她的衣服、鞋、文具也全部换了更好的。后妈说：“把不要的给我。”马雨桐尖叫着，把旧文具砸在地上，用剪刀把衣服剪烂，把鞋子戳破，说情愿毁了也不给我。 我站在寝室门口，不等马雨桐撒泼结束，转身回了房。这是我和马雨桐的房间，两个衣柜，一张床，一个地铺。床上有粉红色的蚊帐、粉红色成套的被单和床单。我第一次躺在这张床上，可真舒服啊！睡在上面，仿佛自己也变成了公主。 几分钟后，马雨桐再次尖叫：“马安然，你这个烂人，凭什么睡在我的床上？赶紧给我滚下来！”后妈跟着跑进来，与马雨桐一起揪着我的头发，把我从床上拖下，摔在地上。我捂着扯得生疼的头皮，倔强而愤怒的看着他们。我已经睡了四年地铺了，该睡床了。当年。 刚来这个城市，刚住进这个家，我爸和后妈曾叫我和马雨桐商量，看谁睡床谁睡地铺，又或者轮流睡。我傻呀，我主动说把床让给马雨桐，我爸和后妈大大的表扬了我，说我懂事，知道让妹妹了。为了得到表扬，后来很多事都同出一辙。 新衣服妹妹先穿，新文具妹妹先用，新玩具妹妹先玩。妹妹不要的，不要浪费，给我好了。我在这个家，压根就是乞丐的存在。后妈走到我面前，踢了踢我，居高临下的告诫我：“马安然，人要有自知之明。你在我们家就是条狗，我们愿意养你，你就是家狗；我们不愿意养你。” 你就是野狗，他的声音不大，字字透着狠戾。我不愿做狗，我情愿和我妈自生自灭。我揣着从家里偷出来的三百多块钱回到老家，我妈住在安置房，依旧没有工作，领着低保。我妈不欢迎我，她把我身上三百多块钱抢走了，然后叫我滚，叫我去找我爸。那一瞬间。 我整个世界都在崩塌，我是多余的。脑海里自杀和赖着活两种想法，像两个拼命拉扯的小人。我最终咬着牙回到养狗的地方，等待我的是冷嘲热讽。我爸打了我一顿，说我不学好，学着人离家出走。几天后，马雨桐才发现他的零花钱丢了，我爸又要打我。 叫我把钱交出来！我低吼：“钱被我妈拿走了，有本事你找她去要！”我爸沉默着放开我。当天晚上，白静一只手捂着我的嘴，另一只手在我大腿上狠狠拧了十多下，我痛得冷汗一阵阵冒。我挣扎，一口咬在他的虎口上。我问他：“我妈是你最好的朋友，你这样对我，不怕下地狱？” 他冷笑：“你妈都不管你，我怕什么？”我一时语塞，跑去厕所脱下裤子一看，腿上全是淤青。那天以后，白静仿佛打开新世界的大门，每每不顺气的时候，就往我腿上掐。这地方好隐蔽，不会被人看见。马雨桐成绩不行，以前在我们班就是中等天下。 到了新学校，依然中等偏下。白静觉得脸上无光，特别每次和我的成绩比较后，就在家里破口大骂：“你看看你，家里所有钱都砸在你身上了，结果呢，蠢的像猪，连马安然都不如。我告诉你，你下次若再考不过他，就别叫我妈了。”马雨桐恨我。 除了偷偷在我裤子上剪破洞，在我棉袄里藏针，还偷我作业本，撕我教科书，把墨水倒在我书上。这样过了几年，有天晚上，我洗漱完毕，正要擦脸，看见宝宝霜里有明显搅动的痕迹，洗甲水的味道若隐若现。我犹豫了一下，果断挖出一坨膏体，涂在脸上。 脸上瞬间火烧火辣的痛。老实说，比起我爸打我，白静揪我，这实在算不了什么。但我捂着脸尖叫，冲进卫生间照镜子，脸颊以肉眼可见速度红了，皮肤表面起了无数小疹子。我愤怒的再冲回卧室，挖出一大块膏体，扑过去就要往马雨桐脸上抹。 马雨桐跟着尖叫，我爸和白静冲进来，把我扯开救下马雨桐。我朝着我爸嘶吼着，说他偏心，问他是不是要看着马雨桐害死我，他才开心。白静很冷静，打断我的话，说先去医院，女孩子的脸不能毁了。我爸点头，然后他们带我来到诊所，又是诊所。 刚说的去医院，结果还是到诊所。呵，这些年每次马雨桐生病都是到大医院，而我生病永远是小诊所。是了，马雨桐是掌上明珠，容不得任何闪失。我是路边的小石子，留下一条贱命就可以了。医生问我用了什么，我愤怒的指着马雨桐，大吼着是被他下了毒的宝宝霜。 白静一个箭步上前，一巴掌扇在我的脸上，说我胡说，小孩子家家什么都没看见就信口开河。诊所安静了，所有人看着我们。我两只手撑在医生桌子上，胸脯剧烈起伏，咬着唇，任由泪珠子大滴大滴砸在桌面上。周围有人指指点点，说白静下手狠。 白静慌了，解释说：“事情太突然，他也是着急，怕我染上不好的毛病。”这件事的结果是，白静给了我五十块钱，叫我重新买一瓶宝宝霜，剩下的钱做零用钱，叫我别在外面乱说。我爸也终于放弃家庭和睦一碗水端平的假象，叫我住校。我笑了。 我用一张脸短暂过敏的代价，换取了一定程度的自由，再不用每天看着这三人。之后几年，初二，我的成绩从全班前三跌跌撞撞落到全班倒数五至十名，特别是数理，每次考试垫底。我经常周末在家里捂着被子哭，白天也不说话，一做作业就薅头发。 每次作业没做完，头发掉一地。白静无数次冷哼哼：“我以为真是什么学霸，现在还不是现原形了？是骡子是马，多跑跑才知道。”初三，我的成绩稳居全班倒数第二。为什么是倒数第二？因为第一那个位置被我们班学渣中的战斗机夜宵霸得牢牢地。一百分的题。 我在六十分上下反复横跳，而他跳都不跳一下，永远六十分以下，偶尔三十多，非常耀眼。这期间没有我成绩上的降维打击，马雨桐在家里好过了很多。然后是中考，我掐着考，不小心发挥失常，比马雨桐多考了几分。我爸舍不得他的宝贝女儿读普高。 花了五万块钱把马雨桐送进重高，至于我，自然还在普高。用我爸的话说，马雨桐是发挥失常，而我是超常发挥。到高一，就这要巧，我和叶潇又是同班同学。报名那天，他朝我吹口哨，笑容无比飞扬。这要巧，万年老二，我还有什么不明白？ 他和我一样，平日那些糟糕成绩都是刻意考出来的。就我们那分数，根本考不上高中。我走过去，上下打量他。叶影帝，多少分进来的？他报了个数字。好家伙，我那个分数已经是低空掠过，他比我还低，堪堪在人家录取分数线上。之前没做攻略吧？最近五年。 每年录取分相差不到三分，他的笑容带着揶揄。高中了，要不要继续和我争？倒数第一吗？我跟着笑。他挑眉。高中的知识点比初中难多了，特别是数学，对某些人来说，直接开启地狱模式。马雨桐的成绩一路狂掉，无论白静怎么盯着他学习。 给他报多少补习班，买多少教辅书，都无济于事。我每周末依旧回家，一是学渣到发疯的形象需要继续深入，二是想看看马雨桐的情况，顺便感受白静一听到马雨桐的成绩就秒变咆哮帝。马雨桐偶尔会反抗：“你这么厉害，你上啊！” 你连初中数学都做不了，凭什么骂我？马安然还不是个学渣，你怎么不骂他？你就是把你做不到的事情强加到我身上。我讨厌学习，讨厌你。我爸看不下去，无数次下巴指着我对白静说：“别逼太紧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别把童韵逼疯了。”白静又是心疼又是叹气。 转头把火气往我身上发泄，爪子朝我腰上羞的抓来。我一个神经病会怕他？他的手刚伸过来，我一巴掌打下，紧接着蜷成一团缩在墙角，扯着头发歇斯底里尖叫：“白姨，饶命，饶命啊！”白静多少要一点脸，生怕邻里邻居听见。 传出恶毒后妈的名头，只得罢手。在之后，我的日子又好过一点。我会叫夜宵不要脸的霸着全年级倒数第一。按百分之算，他每次数理化考三十多，语应生力证稍微好点，每次五十多。我真不想吐槽，我偷偷翻过他藏在抽屉里。 五年高考三年模拟金考卷，高考必刷题，龙门专题，MD，这家伙刷题刷的比我还疯，字迹龙飞凤舞。夜宵，你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一天中午，教室里没其他人，我敲着他的桌子，每次考那么点儿，有意思吗？有。他陡然抬头，定定地看着我。 双眸很亮，比你的理由充足。我忍不住咬住后槽牙，很想问他是不是调查过我。话没出口，他笑了。马安然，敢不敢赌一把？赌什么？看谁能考上清大。清大也是我的目标。我从小学开始备考，多少有点信心。好啊，输了的人请吃饭，再加一条。 输了的人做对方女朋友，我和叶宵没谈恋爱，只除了那句模糊不清的暧昧。马雨桐会打扮，也长得漂亮，经常有很多男生围着她，众星拱月般的存在。说完全不羡慕不可能。偶尔上学放学路上碰到时，马雨桐会朝我翻白眼，会小声对那群男生说什么，男生会虚我。 会朝我扔垃圾。一次周日返校的路上，一群人在街角等我，看着我就朝我的方向走来。马雨桐嚼着口香糖走在中间，我后退两步，转身就跑。然而根本跑不过，后面有人抓住我的衣服，朝旁边狠狠一抡，我撞在墙上，一群人一拥而上。 有人朝我小腿踢，有人朝我肚子打，我痛得连尖叫都断断续续。马雨桐等他们一群人打完后，叫人按着我，拿了把刀片朝我走来。他说要划花我的脸。那天是运气好，周围呵斥阻止的人中有一个是他们学校的老师，大喝了一声：“你们哪个班的？” 我隐约听见有人说了句“宋老师”，带着些惊恐的味道。一群人一哄而散。我顺着墙壁滑下，身体痛，腿也软，根本撑不起来。小姑娘，你没事儿吧？我带你去医院看看。”宋老师说。我蜷在墙角，摇头，眼泪直流。马雨桐等人被他们学校记大过处分了。 街头巷尾都在议论这事儿。白静把马雨桐按在床上，用晾衣架狠狠抽了一顿。然而，他依然觉得罪魁祸首是我。在街角，我不该跑，不该叫，更不该这么多年赖在他们家惹人嫌。他打马雨桐的时候，会连我一起打，大骂我恶毒。现在的他已经无惧恶毒后妈的名声。 我能躲则躲，周末也渐渐不回家。青春期的少男少女正是人生最叛逆的时候。马雨桐压根不觉得他找人打我有什么问题，反而觉得酷毙了，和一群男生走得更近。我躲在学校，没了家里乱七八糟的事，每天疯狂刷题，想要改变命运，脱离这个家。 学习是唯一的途径。高考前有三天假，我不情愿的回到家。我爸和白静为了给马雨桐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，连走路都像猫一样。马雨桐学渣，坐在书桌旁，要不发呆，要不咬着笔头皱着眉。我懒得理这群人，只盘腿坐在地铺上看书。无论发生什么。 等高考结束，这个家和我也就没太大关系了。两天后，高考前夜，仿佛冥冥中自有召唤，我半夜醒来，咫尺间巨大的阴影吓了我一跳。马雨桐站在我的地铺旁，双手抱着开水壶，一动不动。我羞得坐了起来：“你做什么？”马雨桐一声尖叫，仿佛受惊吓的是他。 一大壶刚烧开的水朝我脸上泼来，我下意识双手拉着被子去挡。自2008年后，这是我第一次进医院。我爸送我来的，白静留在家安抚惊吓过度的马雨桐。我额头上、脸上、手上都有不同程度的烫伤。烫伤是什么感受？是一层薄皮下肉被烫熟、烫烂。 是不间断的，没有任何神经能切断的疼痛，是无法安睡，生不如死，是以我的比例依然无法描述。医生叫我马上住院，我没同意，我还要高考，这是我人生最大的转折机会，我不能错过。医生摇着头给我开烫伤药和消炎药，叫我这两天注意点。 千万别蹭破皮，免得感染。之后回家的路上，我爸不耐烦，半夜三更，你惹他做什么？我本来就痛，加上心里焦灼，害怕休息不好影响第二天考试，再加上多年委屈，脾气蹭的就上来了，如火山爆发般，站在空荡荡的街上低吼：“什么？我惹他？我睡得好好的，怎么就惹他了？” 爸，你偏心也合适点。我们家那水壶，那是刚烧开的水。他那是想弄死我。身在地狱的人，总是千方百计想把其他人也拉下去。我爸一个耳光扇过来，我懵了。烫伤叠着耳光，我痛得几乎喘不上气，眼泪不受控制的大滴大滴往下落。我只是不被人在意的孩子。 无论我爸还是我亲妈，在他们眼里，我都是多余的。我反反复复想，那一年，当我妈抢走我偷来的三百多块钱，当他叫我滚时，我怎么没去死？那许多年，我为什么非要拼命活着？我颤抖的手抚上我的脸，火烧火辣痛的地方果然破皮了。我爸没再继续骂人。 转身朝回家的路上走，我沉默地跟在他的身后。那天晚上，月亮很高，很清，很亮，影子很长。我没在家里睡，我拿了准考证，背上书包就走了。没有住酒店的钱，就在考试的学校外面找了个台阶，抱着腿，闭着眼睛坐了一晚上。第二天。 有考生陆陆续续一早就来了，我半分不想动，困倦席卷了全身，脑子昏昏沉沉。马安然，有人喊我，轻轻踢了踢我的脚。你怎么坐在这里？我抬头看见叶宵，他站在我面前，颀长的身体挡住一半阳光。我看见他的表情倏变，随即蹲下。 右手朝我脸的方向探出少许，腮帮子紧了紧，一句话问得咬牙切齿：“那一家子又欺负你了？”你在这里坐了一晚上。我摇头，不知从何说起。他叫我等一下，转身朝着街对面跑去。十多分钟后，他提着两个包子、一罐咖啡、一盒感冒冲剂以及一瓶矿泉水跑过来。 担心睡觉的话，就把咖啡喝了。他说：“感冒冲剂考完是马上喝，中午睡一觉。”他说：“我乖乖点头。”他是我年少无尽黑暗中仅有的温暖。你哪个考场？考完后在校门口等我，我带你吃饭。他说：“我鼻子发酸，被人关心原来是这种感觉。”别哭。 别忘了我们的约定。我咬着牙点头。那一刻，我比从前任何时候更想考进清大。命运是什么？是神很早就在人身上打下的烙印，是不可逆、不可为。这么多年，我做了那么多努力，不过是想逃出命运的安排，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。然而，我依然低估了命运的力量。 考试第一天，我在低烧；第二天，低烧变成高烧。下午，我终于撑不住，英语卷子才做了一半多，就晕倒在考场。考试砸了，救护车从高考现场把我拉走。我在医院住了七天。我爸铁青着脸，预付了医药费后，再也没来过。他说我丢人，用这种方式出名了。 倒是马雨桐来过两次，第一次他弯腰凑到我耳边：“马安然，我知道你成绩好，装了这么久，成绩好又怎么样？临门一脚没踢进去，哈哈哈哈！我那天本来想把你的手烫废，可惜你醒了，还好，结果还算满意。做了这么多年狗，你真以为能凭一次考试做人上人？” 我听着他的话，看着他的小半张脸，猛地朝前，啊呜一口咬住他的耳朵。我当时是真想把他咬残了，只可惜那里是医院，人来人往，人们救下他，对我指指点点。第二次，他和一个男生一起来的，是上次群殴我的人中的一员。马雨桐耳朵上贴着创可贴。 男生浑身怒气，走过来就往我身上招呼。我烫伤的地方还痛着，高考失利的一口气还堵着。我跳起来，一把扯下输液的针头，像母豹子一样不要命地朝男生扑去。依旧是众人拉开我们。男生一根指头指着我，恶狠狠地威胁：“马安然，以后别让我看见你。” 我看见你一次，揍你一次。我说不出这样的豪言壮语，只看着他想进少管所吗？你身边这朵是夹竹桃，你最好当心点。男生瞥了我一眼，拉着马雨桐走了。众人议论纷纷：现在的高中生怎么回事？什么深仇大恨打到医院来了？该不会是谁抢了谁的男朋友吧？ 那一年暑假，叶宵以黑马之姿夺得我们市理科状元，我们学校沸腾了。文理科状元向来从重点高中出，叶宵给学校长脸了。高考成绩公布那天晚上，学校连放了六十六门礼炮庆马。我心里无比羡慕他向往的清大，他做到了。而至于我们的约定， 从来不是单纯的谁考进谁就赢了，而是相约一起去。那一年暑假，其他同学大多在外旅游，我在奶茶店打工。我爸和白静那个家，我已经彻底不去了。我在外面租房子住，租房子的钱是夜宵借给我的。我们学校的领导找过我，重点高中的领导也找过我。 都说愿意免学费、生活费让我复读一年，无他，只因为我带病考试加英语单科没考完，依然踏进本科分数录取线。这样的底子若再复读一年，只要不出意外，妥妥的重本。我拒绝了，我迫不及待想离开这个城市。录取我的学校是省内一家二本院校，数学系英属专业。 走的那天，前来送行的只有夜宵。打算考研吗？是，确实打算考研。选数学专业是因为数学是基础学科，考研时选择面大。唯一的问题是，没有人给我交学费，也没有人给我生活费。未来四年，我不光要完成本科学业，还要赚钱，还要备考研究生。对了。 我还欠你一千多块钱，等有钱了再还你。这叫恃宠而骄，也叫无可奈何。暑假两个月赚的钱堪堪够学费。好，不介意你毕业后再还。叶宵笑着：“你不是想读国际金融吗？我们研究生见，我在清大等你。”他的眼睛很亮，充满期待。我点头。 无论是清大还是夜宵，都对我有极大吸引。火车渐行渐远，城市后退，渐成背景。我鼻子很酸，唇角却一次次上扬。他是我年少时唯一让我心动的男孩子，很高，很帅，有一点痞，貌似学渣，实则学霸。他说：“这里的一切都过去了，进大学后。” 多交几个朋友，别整天板着脸。他说：“我会认真听讲，做好笔记，给你快递过来。”他说：“以后别薅头发了，女孩子头发多才好看。”他说：“我会去看你。”教育的本质是什么？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，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，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。 生活的本质是什么？是活着，至少是先活着。爱情的本质是什么？是势均力敌。大一新生独自前来报名的不多，像我这种整理好床铺、报完名、熟悉完学校建筑分布，就忙着找兼职的人更是少之又少。 夜宵在我棉絮里塞了一千块钱和一张小纸条：“开学花销大，你先用着，允许你毕业后再还，利息与银行活期等同。”依旧龙飞凤舞的字，我一下就笑了。盘腿坐在床上给他发信息：“刚从棉絮里扒拉出一千块钱，你把钱都给我了，你怎么生活？” 帝都的物价比我这儿高多了。叶宵发了个龇牙笑的表情。你以为每个人都像你，既没压岁钱又没零用钱，安心用着，先熟悉环境，别急着找工作。我没告诉他，我已经找到了一份兼职，给学校商业街一家小餐馆洗盘子，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午和晚上。 对方包我两顿饭，每个月另外再给我四百块钱。我敲了个谢谢，然后就看见夜宵的微信窗口一直显示着对方正在输入。过了好久，才发过来一句话：“还记得之前的约定吗？愿赌服输。”我知道他说的什么事。送我上火车时，他几次欲言又止，耳朵尖尖红了又红。此刻。 我看着“愿赌服输”后面那个问号，只觉满屏的小心翼翼都快溢出来了。记得，我心头小鹿乱撞，敲字的指尖微微颤着。“愿赌服输。”嗯，女朋友好，她的信息很简单，克制的情感。男朋友好，我跟着回复，脸蛋蓦地烧起来，用手一摸，滚烫的吓人。 我恋爱了，那时候天仿佛格外蓝。我每天无论身体有多累，学习有多忙，要面对多少人异样的目光，每每想起他，就会有好心情。每半个月一次的快递，他的笔记很详尽，偶尔会有画的小心心在上面。我看到小心心了，想你时画的，他接的太自然。 我有点小羞涩，咽下叫他上课认真听讲的话。他给我连视频看他们学校，给我讲他们教授有多了不起，同学们有多了不起。高考数学满分在他们班就是 just so so，奥数、奥物、奥化金牌选手遍地走，羡慕吗？羡慕吗？他的笑容比阳光还灿烂，明目张胆拉仇恨，不羡慕？ 我们学校也挺好，我撇撇嘴说不羡慕是假的，不但羡慕，还有那么一丢丢后悔，后悔没有复读高三。如果复读了，说不定晚一年也能跨入清大。他看着我的小表情，笑得像个大白鹅，羡慕就对了。女朋友努把力，最多四年，男朋友在清大等你。我跟着笑。 好，我和夜宵见面的次数不多，除了寒暑假，就只有国庆、端午。他每次来找我，因为是节假日，我这样的零工很难请假，所以在味千拉面或星巴克，他会点一份食物或咖啡，在旁边对着电脑学习，偶尔抬头看我。他的笑容比从前多了疏朗与温和。 年少时的桀骜在一点点消退，他终于给我讲起他家的事。他家家境很好，当年他非要做学渣，是因为他有个重度抑郁、半夜跳楼自杀的哥哥。他觉得哥哥的死，他要背负很大的责任。他们家两个孩子，哥哥脑子不灵光，从一年级开始就是学渣，全班倒数；弟弟聪明。 一点就透，是远近闻名的学霸。同一个家，对比不要太明显。无论在学校还是家里，哥哥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。那个雨夜，是哥哥初一生、初二期末考的前夜，他吼出的最后一段是：“你们总是逼我，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？你们以为我想做学渣吗？我也想像夜宵一样。” 看书看一次就能背，可我没这天赋。我比他认真，我做梦都在背书。你们看不到吗？你们什么都不知道。那天晚上，所有人都以为只是正常的情绪宣泄，谁也没想到，半夜保安敲开他们家的门，哥哥从楼上跳下，砸在井盖上，井盖四分五裂，红色的。 黄色的液体顺着雨水肆意蔓延。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夜宵流泪。我抱着他的头，过去了，一切都过去了。马雨桐进了一所大专院校。你们以为我忘了他吗？没有，他们那一家子，我这辈子也不会忘。我和他同在一个小学班级群，我没有改群昵称，他大概率也不知道是我。 我全程围观了他如何在老同学面前诽谤我，高考生病，哈哈哈,哈！可拉倒吧，那是演戏，生怕别人知道他考不上，故意的。他那英语水平，阿宝都发不准。就一野鸡大学，他们那学校，一到周末，校门口停的全是豪车。我爸早和他断绝关系了，你们想想。 学费、生活费，哪一样不是钱？不出去卖一卖，怎么苟活？你们以后要在发廊啊、按摩店啊看见他，看在同学一场的份上，小费多给点，服务好一点。我没吱声，就马雨桐那智商，除了用蛮力，也就是口嗨一下了。过往种种，我都记得。马雨桐的朋友圈。 非好友可见十条，我时不时会翻一下。他高中毕业后和当初在医院做我那位谈了半年男女朋友，对方甩的他，他在朋友圈要死要活了一个月，又是割腕，又是跳楼，又是夜店借酒浇愁，愁更愁。之后，爱情像游戏，男朋友像走马灯，怎么又在看他？ 叶宵不满地拿过我手机，他有我好看？当然没有，他又没有八块腹肌。我笑着戳了戳叶宵的小腹，我就是觉得他挺有意思的。为了个男人，把自己搞得像野鸡，还自以为魅力十足，是男性杀手。你打算什么时候动手？叶宵弯腰在我额头上亲了一口，我装无辜。 装单纯，装不懂啊！动什么手？你说呢，小野猫？夜宵在问，要不要我帮忙？他们那学校，我有兄弟在那边。不急，我笑笑。杀鸡焉用牛刀？再说这一位，我得自己动手。我和马雨桐的事，就单纯是我和他的事情，我不想夜宵插手。 不想他看见我的阴暗面，叶宵笑，嗯了一声，只说：“如果有需要就开口。”那时的我早已没有洗盘子、端盘子了，我在用钱赚钱。从小打小闹买基金试水，到买股票，叶宵也在炒股。我最初买基金就是他建议的。他们专业玩基金、股票的人不少，有的还有小团队。 我和夜宵的谈恋爱腻歪的时候很少，更多时候是讨论国家的方针政策和未来趋势，这些是炒股的基础面，做中长线最重要的东西。然后才是每天的技术面，走短线赚快钱。我在炒股一年后，成功替夜宵他们团队避了两个雷，他把我介绍进他们小团队，与这群高材生一起。 致力于优化他们用拍放做出来的炒股小程序。股市瞬息万变，机器操作与人操作相比，无论买进还是卖出，都更快更果断。也就是说，小钱我是不缺的。当年欠夜宵的钱也早就还了。我从小学班级群加了马雨桐微信，验证消息直接写了我的名字。 马雨桐通过后，一连串信息接踵而至。怎么混不下去了？想找我爸要钱？告诉你没门！我家现在养了条萨摩耶，比野狗强多了，至少知道摇尾巴，不会咬主人。你要现在后悔的话，发几声狗叫听听，本姑娘要高兴了，说不定赏你几袋狗粮。 我故意没立即回他短信，过了十多分钟才敲出一行字：“爸，现在怎么样？身体还好吗？”我给他这十多分钟是专门让他看我朋友圈的，他能看见的每一条都是我断断续续精心炮制过的，精致的下午茶，若隐若现的低奢包包、名牌香水、化妆品，以及说走就走的旅行。 这根本不是普通大学生能拥有的生活。就我对他的了解，他这会儿肯定极度爆棚。马安然，你傍大款了？你要不要脸？我们马家的脸都被你丢光了，难怪在群里不敢说话。我再次沉默，晾了他半天后，夜里给他发信息：同运，我给你买了瓶香水，香奈儿的 Coco。 你给我个地址，我给你快递过去。对话框显示了很久，对方正在输入，说明他反反复复修改，在要和不要之间犹豫了很久。最后发过来一条：“滚，谁要你的东西？土鳖！你能认识什么香奈儿？肯定是假货。我我男朋友上周给了我条裙子，也是香奈儿的。” 只是穿了下，不是很适合我，感觉是你的 style。要不我寄过来你试试，喜欢就留下。马雨桐，马安然，你在报复是不是？当年你穿我的旧衣服，现在傍上大款了，就跑来羞辱我。我，你想多了，我好歹是你姐，现在好过一点，想关心你一下。马雨桐发了个翻白眼的表情。 我笑笑，收起手机。什么香奈儿、Coco、香奈儿裙子，也就是说说而已。在马雨桐和他妈眼里，我就是条野狗。我给他们拿东西，那不只是接来之食，而是拿他们的尊严在地上摩擦。马雨桐不是能屈能伸的人，我这么几句话势必最大限度激起他的愤怒与反击。第二天。 马雨桐晒了张一家三口旅游的照片，配文是想爸爸妈妈了，说什么有妈的孩子是快宝，没妈的孩子是根草。我速度发了张后跟配蝴蝶结的高跟鞋图片，配文：传说中女人一生必须拥有的高跟鞋，周末去拿下它。分组可见，那个组只有马雨桐一人。马雨桐评论。 可记得去专柜买，几十块钱的山寨货就算了，丢人。我恢复笑脸。到了周末，我朋友圈发了张世鞋的照片，可怎么办？本来想自己买的，男朋友非要送。马雨桐阴阳怪气评论：“可真有钱，九千多呢，要不要发个合影撒个狗粮？”我回复：“不行哦。” 男票太帅太优秀，怕被贼惦记。马雨桐是不敢发吧？绝壁是个老头子，我不想和你说话，你太肤浅了，懂不懂什么叫爱情？马雨桐，你说谁肤浅？你帮大款勾引有妇之夫，还有理了？我，你在说白静女士吗？马雨桐不吭声了。 我笑着合上手机。马雨桐又双若吃大餐了。马雨桐穿上一千多的裙子。马雨桐戴上三千多的项链。马雨桐喷上一千多的香水。马雨桐背上一万多的包，在朋友圈发着感谢朋友或感谢老爸的话。我为她男朋友和她老爸默哀三秒钟，然后留言或者奉承两句。 和他真配，除了贵没毛病。又或者安利某某奢侈品给他。半年来，我看着他在奢侈品的深渊里越走越远，东西越用越贵。裙子三千多，项链两万多，好几个包都两万以上。我很清楚马家家底，也清楚马雨桐几斤几两。我爸根本满足不了他的精致生活。 她需要钱，除了贷款，便只能问男人要。某个深夜，她刚发了朋友圈，我秒发了条信息。图片是烈焰的红酒，带着硕大钻戒的修长手指，以及高脚杯上倒映出的寂寥人影。配文：我没有富可敌国的爸爸，我想要的一切都只能靠自己。这是一书笔下喜宝的名言。 他还有句更出名的：“我想要很多很多爱，如果没有很多很多钱也是好的。”我在暗示他，我被人包养了，对方是个有妇之夫。几分钟后，我确定他看到了这条信息，再删掉。高跟鞋和钻石，我也可以给你买。叶宵想了想，还有包包和香水。我好笑极了，叶大学霸。 你不会再跟一个虚构出来的大款吃醋吧？我看起来像那么肤浅的人吗？叶大学霸服了扶通光眼镜，一本正经凝望深渊，深渊也在凝望你，我，所以才要你牢牢拉住我，不让我掉下去。马雨桐的钱果然来自于男人。叶宵有兄弟和马雨桐一所学校。 那边传来的消息是，马雨桐欠了一屁股债，还利息都难。现在在做夜店小公主。嫂子，有没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？暂时不管他了，他马上就要毕业了。说话间，我想起一件事。对了，我记得他高中有个男朋友，好像也在那个城市。没错，在体大。那小子大姨就把她甩了。 如果有机会，找个周末让他们见一面呗。地点安排在马雨桐上班的地方。得令。一周后，马雨桐在夜店被初恋揍了一顿，听说场面一度很难看。马雨桐蹲在墙角很久都没能站起来。我想起当年在小宾馆外，我同样蹲在墙角，吸气都在痛。 在一周后，马雨桐的初恋被人堵在校外一条死胡同，七八个小混混把他揍得进了医院。我对夜宵感慨：“我那个妹妹下手可真狠呐、啊，好歹也是曾经的恋人。”夜宵的手在我小腹上揉了揉，没有接我的话，眸中全是怜惜。我回以安慰的微笑。那一年。 我实习的公司安排所有员工去医院做体检，医生给我做内脏彩超时，发现肝脏上有好几个钙化点，说大概率是曾经受伤在愈合的痕迹。我想象着肝脏所在的位置，很清楚是被家人和马雨桐的初恋打的。我不是圣人，我的观念是以直报怨，以德报德。 大专毕业后，马雨桐没有留在他读书的城市，而是回老家了。从某个程度说，他的人生是被安排的人生。我爸在老家给他找了关系，进了一家事业单位。正好我的最后一击也在老家，隔太远的话打在马雨桐身上，我爸和白静痛感不强。 马雨桐依旧三天两头暗戳戳炫富，艳丽的妆容，里里外外全身名牌，活脱脱富二代。我很长时间没专门为他发朋友圈，也没留言刺激他，因为欲壑难平，也因为从俭入奢易，从奢入俭难，更因为比较与虚荣是条不归路。直到我生日那天，我发了一把车钥匙。 明晃晃的 logo，明晃晃的车脸，四十多万的车，男朋友送的生日礼物，太贵重了。关键是我还没毕业，开车进出学校会不会太张扬？马雨桐评论：不会。隔着屏幕，我都能感觉到他的咬牙切齿。于是我回复：你那么漂亮，让你男朋友也给你送个。 马雨桐，马安然，我劝你善良。我呵呵，在半年后，我很不要脸的秀了一张打马赛克的购房合同，配文毕业礼物。虽然是期房，好在没房贷。过了几天，我都怀疑马雨桐没看见那条朋友圈了，就见他私聊我，破天荒的喊了我一声姐，姐。 你的小日子也太滋润了，把姐夫介绍给妹妹认识一下嘛，让我长长世面。你想勾引我男人？我警惕味十足。姐，你想多了，我怎么会是那种人？我就是想问问姐夫，能不能给我介绍个男朋友？你不是有男朋友吗？分了，空窗期呢。姐，咱们血浓于水，你也不想。 我过不好吧？我年轻时不懂事，您原谅我好不好？我每天羡慕您呢。我没拒绝，没答应做局这种事最忌急躁。马雨桐仿佛看到希望，每天找我踩红屁。我吊了他很长时间，再告诉他我最近要回一趟老家，陪男朋友考察个项目，就待两天。有空的话。 可以和他约个咖啡。马雨桐盼着这顿咖啡，经常对我抒发想念之情。我和马雨桐约在当地一家五星级酒店的咖啡厅。看见他的时候，我很是吃了一惊。平日里看照片也就算了，美颜过的效果，小脸、尖下巴、大眼睛、高鼻梁，没想到真人也是这样。 苹果肌不要太突出，女大十八变，越变越好看。我笑着坐到她对面，就她这张脸，没动过地方，怕是找不出来。她的目光几次自以为不着痕迹地在我的包和硕大钻戒上掠过，眼底全是羡慕。包是 h e r m e s 假的，钻戒上的主钻足有两克拉，莫桑石的。姐。 你真是我偶像，马雨桐奉承。小时候成绩好，长大后男人找得好。我低头笑着搅动咖啡，正要说话，酒店前台小姐走过来，把一张房卡放在我面前。马女士，这是您的房卡，请收好。我说了声谢谢，把房卡装进包里。姐姐夫呢？马雨桐说。 在楼上睡觉呢，中午喝了点酒，这不，我让前台再给我办了张卡。我顿了下，对了，我约了人下午逛街，顺便做个脸，待会儿一起。姐给你买个包，再给爸买点营养品。这么多年，他虽然不管我，但我不能不管他。马雨桐又开始踩红屁，我耐着性子听他说话。 熬了四十多分钟后，捏着手机起身上洗手间，把包留在沙发上。微信很快有消息传来：“马小姐，房卡已被那位取走。”我回了个 K，、OK, 站在盥洗台旁，慢条斯理洗手。房卡本来就是给马雨桐准备的，有个偷闺蜜老公的妈，女儿能好到哪儿去呢？在他们眼里。 怕任何东西都比不上实际的利益。马雨桐对我态度的转变，我怀疑有白净的功劳。再回到咖啡厅，我压根没坐，只站在旁边说：“和朋友约会的时间快到了，并再次邀请马雨桐一起。”马雨桐婉言谢绝，说还有事要回单位加班。加班，呵。 怕是迫不及待上楼睡大款吧？我和他一起走出酒店。至于房卡对应的房间，房间里确实有人，还是个男人。两个小时后，我回酒店。和我一起回酒店的，还有那个男人的老婆林莹，以及恰好要采访男人的媒体。我和林莹认识的时间颇长，他比我年长几岁。 是当地某养猪龙头企业老板的独生女，前些年嫁给爱情，没料到婚后老公在外面偷吃成瘾，还把 X 病传染给她。她每天都想离，可老公又是下跪又是痛哭流涕，婆婆则以死相逼，还有她亲爸非说离婚丢人，所以一直拖着。直到我听说她的事。 我们一拍即合，她除掉老公，我除掉妹妹。房门是酒店服务员帮开的。这天是养猪龙头企业宴请媒体和合作方的好日子，光客房就包了四十多个。林莹一句不慎把房卡丢了，立即有人跑过来开锁。不知道整理好没有？别邋里邋遢的。林莹笑着，语气俏皮。 在朝我使眼色，各位记者稍等，我和安然先去看看。林莹推开房门，我跟着他一起走进去。只一眼，我脑海里闪过四个字：叹为观止。卧室门没有关，从客厅沙发到卧室，地上一路散落着衬衣、长裤、裙子、文胸、丁字裤。床上那两人战后震撼。 林莹敲了敲门，马雨桐看见我后，故意赤裸着身体下床，慢条斯理裹上浴巾，赤足从房间里走出。他压根没正面瞧林莹，只对着我高傲的宣布：“姐，你的男人现在是我的了。”林莹一声尖叫，直朝马雨桐扑去。我低头笑，给闻声冲进来的记者让出条道。 于是，所有人看见的画面是正房发疯般抽打小三，一边打一边骂。小三身上松松垮垮的浴巾摇摇欲坠，为了不走光，他两只手紧紧抓着浴巾，承受着正房的雷霆之怒。小三一边挨打，一边大吼：“马安然才是小三，你男人给他买房、买车、买钻戒。” 你要打的人应该是他。男人被吵闹声惊醒，吓得一个哆嗦，同样裹了条浴巾就冲了出来。他的目标是林莹，他一个劲儿解释：刚和他睡的是小姐，不是相好，他只睡小姐，还有他不认识我。林莹哪里听得进去？渣男贱女一起打，抓到什么砸什么，房间里乱极了。 酒店服务员和其他客人以劝架的名义跑来看热闹，有人偷偷录视频，甚至开直播。直到林颖打累了，马雨桐鼻青脸肿，披头散发，靠坐在沙发腿上。男人一脸悔过，白花花的肉露在外面，哪有什么龙头企业总经理的体面？马安然，你陷害我！ 马雨桐咬牙切齿：“和这个男人有一腿的，明明是你，这位姐，你好好想想，我怎么会到这个房间？我不是小姐，我是被你旁边这个女人设计陷害的。我是他亲妹，他做你男人情妇，怕被发现，想让我顶缸。你要不信的话，你查查你老公的账，刚给这女人买了套房。” 之前还买了辆车，林莹朝我看了一眼，再如看笑话一般看着马雨桐，缓缓走过去。我们家钱和账都在我手里，言下之意是她就算想买也没钱。我倒是想知道你怎么进到我老公房间的？安然替我拿的卡房怎么就不见了？他一步步逼近，居高临下。 马雨桐脸色更白，我、我、我、我认错人了，我不知道他是您老公。这时，酒店有服务员跑来，把 iPad 上一段监控视频放给我和林莹看。画面上，马雨桐在我去洗手间后，偷偷摸摸打开我的包，拿走房卡。我柔眉，林莹笑，仿佛幸灾乐祸。 难怪一进门就趾高气昂宣布睡了姐夫。这年头，居然还有女人偷房卡，主动送上门被男人睡的。林莹的包在打人的时候丢得很远，她不见外地，从我包里取出二百块钱，砸在马雨桐脸上，滚吧，就当叫鸡了。马雨桐从地上爬起，手忙脚乱捡地上。 早已踩得脏兮兮、皱巴巴的衣服。自媒体的年代，这么一会儿时间，酒店房间里发生的事情已经传到网上，情节内容一再反转。本以为只是正房打小三，没想到是小三睡错人。本以为小三睡错人是因为对方太帅，至少教练身材，没想到大腹便便，像一头长白猪。 本只是调侃像猪，没想到真是养猪企业老总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小三究竟知不知道对方是大款？真的是睡错人了吗？最新消息，官宣，三观尽裂。小三为了睡姐夫，不惜偷房卡做小偷。原配豪气甩钱，就当叫鸡了。没错，文案是提前准备的。 可评论区真的与我和林莹都没关系。大数据时代，视频发出去后推送之精准，这个不是那谁谁谁吗？他本来就是鸡，天天去夜店，衣服包全是名牌，虚荣的很。我们一个系都认识他，听说还借了校园贷，不知道还上没。 这个我也认识，小时候欺负他姐，高考前一晚上给他姐泼鲜开水，害得他姐考场晕倒。没想到长大后更恶心，偷房卡睡姐夫都做得出来。我去，这不是我们单位新来那个吗？我们领导要哭了，别有什么病才是。笑出鹅叫，在我们这儿装富二代，原来钱是这么来的。 马雨桐穿个衣服的时间已经原地射死。在等他出来，叶宵站在我旁边，戴着细边眼镜，穿的西装革履，活脱脱斯文败类。认识一下，这才是你姐夫。以后别看见谁都上，学习不如我，找男人不如我，连品味都不如我。后来，林莹顺利离婚，前夫被她踢出公司。 马雨桐工作丢了，贷款方天天给她的父母和同学打电话。白静早年抢闺蜜老公的事情也被挖出来，她在单位不痛快，一气之下离开公司。我爸做生意的，最讲究面子，家里出了这事儿，他在朋友面前抬不起头，一家人在这个城市待不下去，再次搬家。我和叶宵发展很好。 去了他家，见了他的父母。他爸妈对我很好，说当年若没有我，夜宵不一定会好好高考。我转头看夜宵，这个男人当年刷题刷成那样了，怎么可能不好好高考？他做的种种不过自我惩罚。夜宵笑着紧了紧我的手，叫我别说。本科毕业后，我顺利到了夜宵所在的学校。 同一个专业，就读国际金融，有志同道合的恋人，有目标一致的朋友，生活单纯而美好。我们打算毕业后结婚，商量细节时，叶宵问我：“你妈怎么办？”他问的是我那个在地震中失去一条腿的亲妈。她曾经不要我，曾经抢走我偷来的三百块钱，曾经叫我滚。 我怔了一会儿，他应该很后悔生过我，就不需要他见证了吧。